如果我们的心中能够体悟到空相空性的真实意，那么无明烦恼就不存在。当我们真的空相空性的时候，就没有自我，我们彻底的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原来我这个色身是不存在的，唯有佛性，清净的佛性存在。虽然是五蕴本空，但是你也不可以抛弃它，不能跑去自杀，因为它是佛哟。真如自性也要五蕴色受想行识的显露它的真如啊！如果我慧力法师不借重这个色受想行识短暂的缘起法，那如何说法呢？所以它里面有尊贵的佛性，有尊贵的摩诃般若，我们还不能放弃哦，不卑不亢。所以佛弟子碰到任何再大的逆境，都不能跑去自杀，都要把生命留下来给佛陀来用。如果你活得很痛苦，哎，记得每一个成就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，痛苦跟逆境也是生命当中灿烂的一部分，不必强烈的去抗拒它。然后我们慢慢了解照见无蕴皆空，这个时候空就出现了，这个时候智慧就出现了，了达一切法无我，智慧就出现。我们不再自私，我们不再自利，虽然说我们的空相空性出现了，只是智慧它却没有任何的相貌。智慧如果有相貌，它就变成生灭的东西，有相的东西一定会坏，所以不可以三色相见如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用摩诃般若才能见如来，见自性佛。因此透过般若智慧，心性是可以扫描，是可以阅读的。此阅读非彼阅读，为正相应故。看报纸一个人看，十个人看都可以阅读，唯独读摩诃般若，除了正悟智内正以外，其他众生没办法阅读。所以透过般若智慧的扫描，心性是可以阅读的，因为它没有相貌，为正相应空出现了，只是智慧心它没有任何的相貌，如此才叫做空啊。空也没有一个空的概念，空不是断灭，空不是没有，空不是无，空是大智慧不空。空掉烦恼，空掉执着，空掉假象，这智慧显露正量，没有能手的正量解脱境界，所以大智慧不空。当我们证得第一地大空的时候，这个只是心性无染，心体不空，真如常存，但是没有任何的染着，叫做圣一地第一大空，完全清净，没有任何的妄想。当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妄想，他就于世间无所求，人到无求品质高。当一个人无所求的时候，就跟佛一样，无欲则刚，人到无求就品质高，无智就会万法尽通，大彻大悟则万法尽通啊！因为法不在语言，不在文字里面，在大悟见性摩诃般若的心性里面，
所以有的人问禅师说，禅师禅师，问大悟的禅师说，禅师禅师，你也看经典吗？他说看啊，我也看了、啊、你们看经典呢、啊？啊，忘穿的牛皮啊，我看经典呢、啊，遮遮眼睛而已啊。哎，法哪里在语言文字里面，法在摩诃般若的心性里面。我看经典呢、啊，遮遮眼睛啊，遮眼睛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当证得空相空性的时候，大智慧显露，我们无欲无智，一世间也无所求。当智慧显露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因果清清楚楚，空相空相空性，在每一个时空的动点上通通是绝对的啊。空不是断灭，空也不是没有啊。如果空是什么通通没有，空又变成了另外一种自爱执着的境界，那空什么通通没有，那又变成一种境界了，障碍的境界。何以故？执空，执空自三点水在一个带，所以空它并不是没有。空如果是没有，就变成一种境界，执着的境界。空如果是没有，又变成一种概念，就像学者在追求一样，写了很多著作，却不晓得空是什么意思。文笔写得特好，可是啊，隔靴搔痒，对了生死破除烦恼了无痛痒，隔靴搔痒。为什么？它不是实证的，它只是在语言文字里面。我希望书多卖几本，写证跟主事是不一样的。写者是语言文字写得很漂亮，但是隔靴搔痒。主事不一样，主事是正量的解脱境界，是真枪实弹的东西，能打破无明，断除烦恼，能够弘传如来的正法，能够引导众生杀出一条解脱之路。学者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不可以把空变成一种境界，把空变成一种概念。空是心中没有任何的执着，心中没有任何的执着。一个人心中没有任何的执着，没有能言的妄心，也没有所言的妄境，这个时候就知道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啊，一切境界都不存在。那一座山，你说哎，那是一座山，水洗功的悟道圣人知道那座山不存在了。不要说山不存在，地球都会毁灭的。哪一个读过天文物理化学不知道地球会毁灭，太阳系也会毁灭，银河系也会毁灭、啊、两个相系交叉的时候，这所谓世界末日、哎、但是它不是一朝一夕所发生的。我们要摧毁这个地球，又有几个条件。一，要40公里的陨石，40公里，时速8000公里，撞击到地球，要40公里，很大。40公里底下，就算撞击到这个地球，地球也不会毁灭的。要40公里，在时速接近10000公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坐飞机，大家都现在的人都出过国，我们坐飞机，飞机1个小时800公里，
所以要摧毁这个地球没有那么简单的，要40公里的陨石，时速将近10000公里，直接撞到地球。撞到地球的时候，陷入第几层几公里处爆炸开来，所有的地球的岩浆喷出来，喷出来也见到冷空气变成灰尘，这个时候的温度高达2000度，几乎没有动物跟植物能够活，这个叫做世界末日。只有深海当中，深海当中不需要氧气的那些菌，不是所有的菌都是靠氧气而 过活的，有的菌氧气是毒的，是毒药，氧气对它来讲是毒药的。只有那个不需要氧气的菌，同时靠地热喷出来，叫做二氧化硫，地热啊喷出来的。那么在深海的深处，它还有少许的生命，动物植物都没有办法。这是第一种会毁灭的地球的啊，40公里的陨石，时速10000公里，撞击才有办法摧毁地球。这个5000万年才发生一次，才发生一次。第二种摧毁地球，可能就是地球的磁力线消失。所谓地球的磁力线，我们这个地球表面是20-30度、30几度啊，我们的地球的中心是12000度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住的是12000度的星球的表面，我们的地心是12000度的，太阳的表面是6000度，地球的轴心是12000度的。这个因为有重金属在旋转，南极北极它也不是固定的，有时候南极有时候北极在流动，70万年转换一次，南极到北极，北极到南极啊，这个叫做当重金属转换的时候，流动的时候就会造成磁力线，而磁力线它会挡住紫外线。如果没有这个地球，没有这个磁力线，我们这个地球没有人能够活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活在这个地球，是因为地球内部的转动挡住了红外线啊，紫外线啊，挡住了紫外线，否则我们就会烤干了。表示说我们这个地球有地震，那是正常的。等到有个地球有一天通通没有地震了，你麻烦大了。里面的重金属停止运作的时候，地球停止了，挡不住太阳光，地球会被烤焦的。因此啊，佛弟子应当了解万法，人有生老病死，万法总是成住坏空，不要怕苦，也不要怕死，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哪有一个人一出生就不会死的？没有的，死亡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它再自然不过了。所以不要怕苦啊，也不要怕死。当我们证得一切万法空相空性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彻底解脱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业力来的，因此我们的能力也有限。我们这个色身能承载多少的重量，经不起车祸一次撞就会断手断脚的，因为你的业力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一辆车几吨呢、啊、大卡车今天我们才40-50公斤而已啊，这一撞，这个四大拿着鼻子上大卡车，所以有一个人讲说，师父哇，我现在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念到过马路通通在念佛，车子来我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要死得紧了。一念一念错开，
嘿，火力为棍球级的，你这个人的就是这么一个肉体，你这个能耐就是这样子而已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皮肤哪有办法像那个几千万度的烤的，几度你都受不了的。所以我们是业力的感召，业感缘起的众生，要按部就班来。对，有一个，这个外道的来到文殊讲堂，他就跟我讲了，他对出家人很没礼貌。第一句话就是劈头就说了：“慧律法师，我看你没什么能耐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你讲对了，我确实没什么能耐。我肚子饿了就去吃饭，累了就跑去睡觉。你讲对了。”讲对了啊，我没有什么能耐，就是平常心啊。接下来什么是空？哎，一切能所都不可得，能言的妄心不可得，所言的妄境不可得。接下来就好日子了，接下来过的日子就是真如本心，那颗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呢、啊？涅槃妙心，诸位，涅槃妙心也不是一种相，为什么？它是没有名词，我们给它安排一个真如，说真如其实也失去真如，真如不可说，方便说真如。我们说涅槃妙心也是方便说，安排一个名词让你比较了解。所以这个涅槃妙心也不是一种相，不是一种东西。所以这个摩诃般若啊，是无名字，就是没有名字，也没有形状，也没有名相，我们称它叫做无心。所以什么是佛的心？就是无心。再讲明白一点，就是没有颠倒心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的心，但是有大智慧心。什么是佛？大智慧心即是即心，就是佛。但是禅宗又怕你找一个即心就是佛，又说非心非佛。不要把心跟佛具体化，心跟佛都是没有形象的啊，即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但是又怕你找一个有心跟佛有其自性，再继续破除。所以大悟见性，讲即心是佛也对，讲是心作佛也对，讲非心非佛也对，因为他没有形象嘛。也不能佛是什么？你认识他吗？一般人可以画佛像，你什么时候看到人家画出佛像啊？那佛长什么样？你告诉我。《金刚经》讲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那你用什么心见如来？当然用摩诃般若心见如来嘛。摩诃般若又是没有相，所以什么是空？无相的心就是空。什么是空？无念的心就是空。什么是空？无所住的心就是空。这个无心之心，无心的真如这颗心就是空。所以证得空，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当然包括度众生呢。讲到这个地方，空也不是空。为什么空不是空？因为真正的空是实证的真如，也不是一种概念的空，不是一种落入观念的空。所以空绝对不是空。真如的空不是观念里面那个空，观念里面那个空是生灭意识形态。真如的空
是为正相应的绝对中的绝对。因为空本质不存在，万法唯心限量的境界，为正相应啊。当我们证得到空的时候，了解一切相不可得，物无所得，真如妙心就真实的存在。当我们悟一切法不可得的时候，我们了悟六根、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身意根不存在。我们了悟了一切空相空性的时候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也不存在，既没有能言的六根，也无所谓所言的六尘。这个时候根尘所显露出来的，一碰到那颗妄想执着心，根本就空无自性。所以说性是周遍法界，我们的心是是分别，是颠倒执着，但是你善于调御，是就是性，事体本空，事性不空，妄事是空，妄性不空，妄所显露出来的那个真如自性不空。我们所谓的空是空掉妄想颠倒执着，空性不空啊。但是这个存在的真如是空相空性所显露的，又不能铸造一个空，所以这个空叫做绝对的气入。说气也没有真正的气，因为一直存在，真如它就是存在，就是当下，就是不二，绝对的绝对，没有东西可以讨论。当我们了悟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真如妙心就显露出来。所以不要害怕一切境界不存在，千万不要害怕牺牲，也千万不要害怕奉献。我们使头目脑髓求正法，粉身碎骨要报佛恩。为什么要报佛恩？人那不是畜生了，知恩必报啊！说我从大一听到了佛法，我的坚固不退的弘法的菩提心，到今天没有退转。之所以没有退转，是什么力量支持我？就是我一定要报佛的恩，报如来的恩。为什么我们得到了好，得到了解脱？一定要看如来的正法解救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要报佛恩，大家一起来。当我们发现一切害，当我们发现一切境界不存在，我们就无需要害怕得跟失这个东西。所以哲学家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行大布施的人是个贫穷的人。纵然他身体身上没有钱，他心灵也是很丰富的。快乐从懂得分享开始。一个人要怎么样懂得快乐？要从懂得分享。师父也是秉持这个报佛的恩，来分享佛陀这个真理。实相就是无相，因为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因为万法啊总是虚妄，但是万法因果清清楚楚，不是断灭。所以说，因为它是虚妄，是生灭不可得，当体即空，所以我们叫它叫做空。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空，是因为它是生灭，
所以我们说它是空，因为万法总是缘起，所以我们说它是空，因为万法刹那生刹那住刹那灭，所以我们说它是空，叫做空无自性。你一个人这个外相看起来好像有一个人，再把它彻底分析一下，我们只是能量的结合，我们吃的种种的蔬菜水果拥有这个能量，把它发挥出来，但是要发挥对正面的，烦恼多的就发挥成负面的啊，就辜负了这个大地给你的能量。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大地给我们的能量，也是众生给我们的能量，所以体证到空相究竟平等，懂得报恩，懂得报恩。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独立存在在这个世间，都靠一切众生，靠这个大地，靠这个大地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大地，爱护大自然。所以佛陀告诉我们，是真正的心灵环保，没有贪嗔痴，没有杀盗淫，不妄语，不过虚伪的日子。我们不但重视环境的环保，还要重视心灵的环保，让心灵完全的清净。万法总是虚妄，万法总是不可得，空体证到虚妄不可得，破除一切希望不存在的时候，真心就会显露出来。当我们的真心显露出来的时候，处处都是真如，五音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，转无应身就是佛身，六入眼入乃至意入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当我们了诸法如幻，破除一切妄想颠倒执着，真心存在的时候，十二处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当我们开采如来藏性的时候，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完全是真如自性，如来藏性。当我们体悟圣道，证得真如的时候，处处空的时候，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当即即空，就是真如，即妙真如性，周遍法界无一处不是如来藏性，无一处不是真如。所以万法唯是一心，唯是真如。因此就看你要过什么日子了，要过什么日子。我们因为不认识万法是虚妄的，不了解万法总是空的，所以以假象为真相，拼命的虚妄的执着。诸位，一句话，一切的痛苦来自一颗没有智慧的心，不知道它是缘起，是虚妄的假象，根本不是真的，因此我们的痛苦接踵而来。在座诸位，我们不祈求世间没有逆境，这个世间不可能没有逆境，这个世间不可能没有不幸，这个世间也不可能没有痛苦，这个世间也不可能没有恐惧，不可能，这个世间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好人，都不会害你，不可能。但是 but 但是当我们认识它是虚幻的时候，心的挂碍会一直减少，慢慢的减少。记得执则成病，妄执一定痛苦煎熬。对于虚妄的境界一直老实的执着放不下，注定你这辈子痛苦，而且是连续的
痛苦，痛苦，而且会制造种种的不幸，种种的不幸。啊，有一个小朋友，才十几岁哦，哎，他跟他妈妈要一只什么 iPhone， 哎，可能我那边买一支去撸，对吧？哎，你去火车站、机场看，你都看到大家都买来撸一支。哎，我从香港回来，到那个赤腊角机场一看，这所有的坐在那边，大家都在撸黑啊。刚才这个阿伯啊。只有一个伯伯我最敬佩，那个阿伯也没在录。结果我去上个厕所，去上个厕所回来，那个阿伯也录多大片呢？录那大片呀、啊！机场没一个没在录的啦，只有我没在录而已啦。啊，以前的孩子要出去外面交到坏朋友才会变坏啊，现在的孩子不用出去就变坏了，那孩子就自己做坏事了。啊，不过网络有网络的好处了、哦、不是说通通不好了，网络有很多的笑话，我看那个笑话觉得蛮好笑的。哎，这个《后宫甄嬛传》里面那个网络流通那一段我觉得非常好笑。哎，那个《甄嬛传》是吧，那个嬛嬛就说了，皇上，我喜欢两种花。这皇上说，你喜欢哪两种花？一，有钱花；二，随便花。那个皇上说，嬛嬛，你今天真的很美。嬛嬛就问皇上说：“哎，我哪一点美啊？你想的美。”很搞笑，真的很搞笑。哎，所以这个世间啊，有时候太无聊的时候，我来考虑，回来是不是我来拿一支来录。我到现在不会用那啦，传简讯到现在都不会啦，那你紧急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按怎，你敢知道？哎，好，因为我眼睛不好啊，眼睛不好，我念成员中学的时候这眼睛就不好，念建中的时候这眼睛啊就不行了。以前很羡慕人家那个戴眼镜的，哇，很有气质，挺帅的。后来啊，自己戴上眼镜啊，才很惨的。为什么很惨呢？有一次啊，就说一天就是我就是一天啊，你今天啊，你是值日生去抬便当，结果去抬便当，那个蒸汽是一开，哇，不傻傻，没看到半行，也没看到副作用，哇，就知道戴眼镜很辛苦啊。一下大雨，哇，那个也很麻烦呐、啊，啊，后来才知道，戴眼镜啊不叫做气质，小孩子都被骗了，小时候都喜欢戴眼镜的人呐、啊，很有气质，结果现在自己戴眼镜了、啊，好惨呐、啊，啊，世间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十常八九，佛法在解决我们生命的不幸，生命的不幸，解决生命的迷茫，解决生命的迷茫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哪一个人说能100%的快乐？没有，因为不懂得空无自性，所以啊，大家就看看杂技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看看电影，要不然就唱唱歌，啊，就是刚刚你们唱的《甜蜜蜜》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哈，啊，月亮
代表我的心啊。我告诉你，台湾唱的这一首《南南风吹来清凉》，这首歌是上海百乐门唱的，到现在啊超过一甲子60年了。一来香，台湾到现在还在唱，就不知道要唱什么，无合乎的就回来吐安尼，无看翁，翁看无，搁来唔知要创啥，囝都生过六个啊，无需要搁生啊。你看我看你，哎呀，咱到底是要创啥哈？看无看电视啊？啊，电视看看，夜市的人生。这个嘛还好，要搁看搁看啥？你知道？啊，无看。康熙来了，就看他们要看啥呢？看了这部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又不看《来自佛国的我》呢？你看还《来自星星的你》啊？啊，很会编，还经过虫洞哦，很厉害。就是这样子喽。一天过一天，不知道做什么。无常一直在后面呢，催促着，他不知道无常很快就到来。这世间呢，就用这些电视啦、假象啦、手机啦来安慰。当然，他们也功不可没，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呢。但是现在的人变成毛病很严重了，离开那只手机，不知道怎么活了。不知道怎么活了，以前呢，大家相处都很有感情。现在的人呢，你坐在公车上，坐在飞机上，大家拢买咧录迄个，无人咧插你生做音啊变的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厝边隔壁拢唔相捌啦，拢唔相捌啦。所以这个世间，因为不懂得佛法，不幸的事情一直重复的发生。当我们体证到空的时候，空无自性，我们身的痛、心的痛，慢慢的停止。我们也了解一切快乐空无自性，也不会去追求那个虚妄的东西。虚妄的东西，以前小时候很喜欢过中秋节。有中秋月饼吃，每年都过。后来学佛了，才知道每年都在期盼中秋节过后，就是准备农历年，农历年过后元宵节，元宵节过后期盼端午节，端午节过后中秋节，每年都是这样子。后来才听到佛法。哇，真的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追求错误的东西。当我们很悲伤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有了智慧。那个悲伤是卡在一种观念，执着的观念，所以我们很悲伤。现在悲伤慢慢懂得放下来了。当我们在极度的喜悦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无常法，世间的喜悦是短暂的，是刹那生灭的。我们的心情不再受身心喜怒哀乐的变化而左右而影响，直接就享受真实的生命，那种永恒的喜悦法的快乐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能契入如来的那种无所住的境界？要牢牢记住，所有的东西都带不走，不要起贪嗔痴，内心不要被污染。我们要有道德，
要有因果的观念，要有佛的清净的观念，否则后遗症苦会跟在你后面。只要我们的真如本心不要被污染，只要我们了解诸法本空，心无所住，只要我们彻悟，一切境界都带不走。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，都是因缘生的东西。包括房子，现今房地产，我们能够不主找一切境界，这个时候心没有任何的分别，了解一切法都是空相，了解一切法都是空性，了解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。诸位，当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分别、颠倒、执着，我们心中的痛苦这个阴影便会慢慢的散去。当我们的心中不执着一切相，能离一切相，我们六道轮回的生死就慢慢的停止。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停止痛苦，是因为内心强大的无明业力逼着你不得不去执着外境。现在知道了，外境不可得，众相本来空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虚妄。所以千万不要在真如清净心上再生种种虚妄，叫做头上安头啊。诸位啊，这个头上安头一般人不容易了解，现在要看这里，这里是清净心，这里是清净心。好，看到一个人坏人，心里就起厌恶，清净心被那个坏人影响卡住，清净心显露不出来，叫做头上安头。清净心在这里，那个人很可恶，哇，造了一个高，恨他，头上安头。分别心，头上安头。好，比如说男女谈恋爱，哇，这个女孩子太喜欢这个男孩子了，看到他非常的喜欢，就外眼呢，这个查甫囡仔真正做缘投，缘分很投合，叫做缘投缘投啊，缘分跟我真投合，叫做真缘投。哦，执着，你也想，头上安头，你也想，头上安头，半暝困醒，搁想利息。时时刻刻割舍不下，叫做头上安头，头上安头，情执难断，头上安头，找五欲六尘，头上安头。本来清净心就在这个地方，放下啊就得了，放下啊就清净心得几家啊几家，真如本心本来无一物。啊，那个坏人会不会死？火化以后坏人在不在？不在，放下，知道。哦，你喜欢那个眼刀，那个眼刀告诉你啊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他肿瘤的时候进去开刀房，开刀以后你会吓一跳，还不是 surprise 哦，是 shock 震惊。哎呀，我爱这个这眼刀，那有这严重的脉，开刀啊，血流满面，你发现你所喜欢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可爱。哎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啊，对，不头上安头，心中没有任何的分别，虽分别不做分别想，啊，知道，哦，知道他是坏人，知道，仅止一次，安尼告假，呵，我咱一起拍狼啊，但是我不恨他，我不报仇，
我没有任何意见，我不头上安头啊，清净心，啊你个看，啊来，看你咧外嚣摆，故你嘛是会死啊，上帝你去火葬场，对嘛？我唔相信你外敖，哎，安尼 OK 啊啊，哦，那如果说啊，你真的很喜欢对方，执着割舍不下，那个也是情执。比如说啊，夫妻的感情很好。很好的时候头上安头，就是那个哎，所以我说你观念不对的啊，叫人阿公婆安尼无感情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有结婚，有这个婚姻啊，彼此珍惜，两个互相勉励。你知道，老公会死，老婆也会死。你就是100次的执着，1000次的执着，10000个不舍，他还是要离开这个世间。对于不可改变的这个无常的世间，何不把它放下，把你的责任完成，把它内心彻底的放下。所以千万不要在真如清净心上头上安头，刚刚已经讲了，头上安头，头是清净心，安头就变成妄念，又安上一层的妄念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为什么我不会头上安头，心中是佛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是不是啊？走到哪里都快乐的不得了，走到哪里都享受生命，走到哪里都拥有真实，正如本心本来就没有名相的，真如本心本来是无念的，真如本心本来是无相，因为空相故，那么一切的顺境是空，一切的逆境仍然是空，一切的行住坐卧当体还是空，一切的假象庄严还是空，还是空。所以佛说庄严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我们今天演讲也了解当体即空，可是该有的庄严插花灯光啊，那个布幔还是要简单的，还是要事项的庄严啊，礼上的庄严通通要。所以六祖教我们了解体悟，一切法都空无自性，便契入如幻三昧，心永远在定中，心不会被这个假象骗得团团转。假象在众生来讲是那么的依靠，缘起的假象对圣人来讲他是不会被欺骗的。诸位，不会被假象欺骗就是有智慧的人，被假象骗得团团转，那个痛苦不堪，那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是个愚痴的人啊，应该说是大愚痴的人。六祖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本来就空，所以六祖叫我们离执禅定，离开一切执着，心自然契入如幻三昧。如幻三昧的意思是说，一切的事跟理就像是如幻，空无自性，不可得。我们的心260种都充满着智慧，了一切相都在欺骗我们的真心本性的。不要被欺骗，就是有智慧的人。被欺骗了，被拉着走，你就是愚痴的人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一静不安贪嗔痴，不要被境界一直拖着走。凡夫俗子刚刚开始修行，这个很难，如如不动不取一下，这个很难。但是训练久了，自然得顺真如而契入解脱。当我们了解一切境界本来就空，只是因为我们妄想，自己产生妄执、虚妄的执着，
那么我们就知道是非也不再是是非。是非起于哪里？起于妄念，起于妄想，起于妄念。是非来自哪里？来自一颗妄想的心。是非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一颗无明的心。是非来自哪里？来自一颗无明烦恼妄想的心。诸位，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，包括政党，包括政党。今天我们一定要叫大家放下。诸位，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何人呢？释迦牟尼佛在佛弟子来讲是出世间的大圣人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没有人毁谤他？有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没有人要 让他去死？有。释迦牟尼佛在世有没有人要害他？有，通通有。 那我们就知道啊，我们遭受到一点逆境，想想看佛陀那种大圣人都有人要找他麻烦啊。哎，人家是大咖的呢，哈。好，起码用这个现在的名字，我们是凡夫俗子，怎么会没有人会批评我们呢？是不对？这个世间永远是这样的，循循凡凡呢、啊，是也不是绝对的是，非也绝对不是，也绝对不是非啊。所以这个是非还是起于妄念、妄执。是非既然起于妄心，人我啊，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难道不是起于妄念吗？也是。从此以后，记得不在六根、不在六尘打转，不在六识打转，不在是非里面妄执，不在生死轮回里面。这些都跟真如本性无关。万法皆如幻，了悟了一切法无心，不执着万物。但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。只因为万法本来就是空，不需要处，万法取不得，因为本来空。万法也舍不得，你本来空，你要舍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们五蕴本来就无我，所以我们所执着的其实是内心深处的那一念的妄想。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虚妄的执着这个我，而且巩固在内心里面。当我们体证到一切法空，体会到真如的妙心，大般涅槃的无我，体会到常乐我净的真实的大般涅槃境界，所有的执着没有任何意义。该完成的责任，你扮演什么角色，你就一定要去完成你的角色。你是人家的爸爸，就好好的做爸爸；你是人家的妈妈，就好好的做妈妈；你是人家的师父，就好好的做一个师父；你是人家的徒弟，应当啊，做徒弟的礼貌要尊重啊，你这个上人要啊，然后帮助常住，尽心尽力的为常住，因为你扮演的角色。我们说洒脱，并不是坏了我们的责任，该有的责任还要去完成，是放下，不是放弃，是放下，而不是放弃。